1月7日，马云在泰国被偶遇，还与拳王切磋泰拳，迅速引起网友热议。画面中，马云头戴白色鸭舌帽，已经58岁的他，皱纹布满了全脸，眼角的鱼尾纹十分长进。不得不说，马云确实老了。此外，网友还晒出了马云与泰国拳王切磋的画面，他双手握拳，眼神十分凶狠，看上去底气十足。不过，有网友去调侃，看着马云做出这样的动作，莫名的有些搞笑。这次马云突然现身泰国，有人猜测，马爸爸难道打算进泰国捞金了吗？很显然，马云只是和泰国拳王做做样子而已，不可能真与对方过招。旁边还有不少媒体拍摄，显然就是为了帮对方做宣传。这次马云来到泰国，除了访问泰国拳王外，还去打卡了网红餐厅。据悉，这是一家路边摊，在曼谷非常有名气，被称之为米其林一星。不过马云并不是一个人过来，而是由正大集团董事长夫妇陪同。去年11月，日媒报道，马云已经移民往日本，过起了隐居的生活。不过很多网友表示不太相信，估计是媒体炒作而已。对此你怎么看呢？